收获同志六方开窗人物的猫头全品，品相上看的话都已经基本上接近全美品了，几乎就是一个全美品。然后仅这个位置是有两条划痕，回去擦一擦一泡应该都能泡掉，原皮壳原包浆，跟那个高足杯一样，都是原包浆，都没有动过，都没有洗过，我不愿意买洗的货。化工非常到位，化工非常到位，都是原材，脸上就是脸上，个别脸上啊，个别脸上轻微的脱彩，毕竟同志的风采很难得了。看一下所有这边都没有脱彩，就刚才侍女的那个脸上有轻微脱彩，品相超级棒，一点磕碰都没有，品相超级完美。OK。